各位观众好，我是阿 K， 终于有时间上新片了，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忙了，现在忙完之后就可以告诉大家我来了青岛玩了。接下来我会分一连三集讲回我四日三夜的旅程，究竟去过哪里，吃过什么，看过什么。片头30秒大致都有讲我去哪的，譬如说我会去青岛啤酒博物馆，会去庐山，会去名胜古迹，甚至你现在画面看紧的奥帆中心都是很值得去的。当然不少得的是夜景啦，这里夜景是超靓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要追着看啦。四日三夜的行程正正式式在奥帆中心开始啦，因为住的酒店就在奥帆中心附近，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夜景，也都看到它的日景。讲回正题先，奥帆中心在2008年的时候是举办过奥运比赛的，所以你在这里会见到很多奥运元素。现在我就是在火炬码头最尽头的位置，左手边就会是帆船中心，然后另一边就是商业区和五四广场的。刚才我不是说五四广场的右手边红色的点就是地标位置啦。奥帆中心真是一个必到的打卡之地来的，无论日也好夜也好，记住都要来一来啊。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你来到青岛又没有来奥帆中心的话，你真的很难跟人说我来过青岛的。去完奥帆中心逛下打下卡之后，我的心就安心了，然后我又要做去青岛必做的事情，就是吃海鲜啦。但是我吃海鲜的方法就比较特别的，就不是说找间餐厅吃啊吃啊吃啊就咁就算嘅，因为我想睇下当地市民嘅生活啊，所以嚟咗呢一个农贸市场，一睇个门面就知道呢度唔系旅游胜地啦，咁我就觉得应该啱我嘅要求啦。除咗睇下当地人生活之外，我嚟呢个市场其中一个最最最重要就系我嚟食饭啦。上午去了奥帆中心之后呢，我都未吃饭的，所以这一道呢就是我开餐的位置了。来这个市场我是一心想着现场买海鲜，然后做后期加工，没有想过会见到特产的店铺，然后又看到很多干货才入到去的，那总算开了个眼界啦。整个市场给我的感觉是很干净企理的，每个摊档卖的东西都很专的，譬如说这一堆叶啊，其实是烟草嚟的，我真的好耐好耐好耐都未见过了。跟住我又要戴头盔了，吸烟危害健康，我好奇先至睇下咋。跟住又发现新事物了，咁大隻虾干可以点整嚟食啊，我真的未见过咁大隻虾干啊。我觉得我咁讲又要俾人笑了，但是真的在香港我真的未见过啊。逛完个市场之后终于入正题了，去到买海鲜的部分啦。其实我来到这个位置呢又是一片迷茫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我不是一个买开送的人来的，我怎么懂买啊，我怎么知道它漂不漂亮啊。第二因为我是一个人咋，我一个人可以吃到多少呢，真的完全把握不到咯。最后我决定兜一个 round 先，那我了解一下那个价钱水平先嘛，点知有冇买贵呢，同埋要睇下有啲乜嘢我係啱食嘅。咁最尾呢我就喺贝类方面入手啦。第一样嘢必食啊，山蚝啊，因为真係超平啊。中型 size 嘅山蚝10蚊就有3隻。大隻啲嘅就係10蚊2隻。跟住就係汁扇贝啦，扇贝呢就係15蚊2斤，圣子呢就係20蚊1斤嘅。咁我记得前前后后执咗几样海鲜，买咗100蚊到啦，呢一度呢就係100蚊嘅海鲜啦。听落呢度几斤嗰度几斤好似好多咁，但係因为我执嘅係贝类呀，佢计埋个壳㗎嘛，所以我觉得都应该 ok 嘅。执好晒就可以去加工啦，咁加工呢其实都係得一两档嘅啫。对对对，然后这个虾就是太太我说这个辣的煮法，执好啲海鲜怼晒俾佢，再倾下点煮就系噶啦。
加工费是以份数去计的，一份等于一斤，唔够一斤都当一份计的，咁我全部用咗92蚊就可以加工啦。搞掂啲嘢食梗系讲饮嘢噶啦，嚟到青岛梗系饮啤酒噶啦。咁青岛啤酒咧就周街都系嘅。其实我又唔系一个成日饮酒嘅人嚟嘅，所以对饮酒嘅价钱冇乜概念啊。咁我就觉得叫啦，买啦，买啦。咁讲完先至知道，原来依杯啤酒都系7蚊嘅咋，系觉得超平嘅，好似饮茶咁样咯。至于唔饮啤酒嘅朋友仔就可以拣鲜榨果汁，咁都系好新鲜嘅。反而咧饮果汁仲贵过饮啤酒啊！搞掂晒之后就可以翻去埋位等啦。咁成个场咧其实就系简简单单，预你即刻开餐食完咧就可以即刻走噶啦。咁至于佢嘅烹调方法咧，都系以简单为主，主要系凸显翻海鲜嘅鲜味啊！你见到成台呢一堆嘢就系价值大约200多蚊到啦。当中我最欣赏嘅就系生蚝啦，再加上我最中意嘅蒜蓉蒸啦。然后呢个辣蟹又是超正的野味，然后就是圣子同埋八爪鱼啊，中规中矩啦。其实除了现煮海鲜之外，还有其他选择的，一些海鲜餐厅是提供蒸汽焗海鲜啊，其实都是超正的哦。它是整盘新鲜海鲜放落蒸汽锅度啦，因为蒸汽太劲啦，一阵间咧就熟晒噶啦。俾个提示大家，呢间餐厅系澳帆中心附近噶。两种唔同食海鲜嘅方法都讲完啦，又要再出发啦。我唔知系咪因为位置问题偏北边啊，所以咧日落嘅时间系好早嘅，所以咧其实系有少少赶噶。我食完个海鲜之后咧，就即刻 call 车跳上车，用咗大约5至8分钟到啦，就去下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咧就系栈桥啦。然后我又要将呢句说话讲一次啦。栈桥系青岛必到嘅打卡之地嚟嘅，因为栈桥咧系青岛嘅象征嚟嘅。象征到咩程度呢？就系青岛啤酒上面嘅 logo 啊，就系栈桥上面嘅回澜角嚟噶。其实呢个景点嘅人咧都算多嘅。咁行出呢条桥大概200多米到啦。望下附近景色啦，会见到海军博物馆，同埋又见下人哋喂雀咧，不知不觉就好快去到噶啦。行栈桥嘅时候，想提下大家，千祈唔好行得咁近岸边啊，因为啲浪咧真系会涌上嚟噶，你唔想湿身咧，就唔好行咁近啦。去到最后尾嘅回澜角，其实可以扫 QR code 入去睇一睇嘅。咁喺出面呢已经係有个 QR code， 然后呢你就输入一啲资料啦，就可以免费入场㗎啦。但係我自己觉得出面咪仲多嘢睇，睇下人哋跳水，然后再睇下人哋玩下水上活动，不知不觉又完成一个景点啦。因为距离日落嘅时间越嚟越近啦，然后呢我又要赶住上车去下一个景点啦。我成日讲话要赶喺日落之前去景点啦。咁日落嘅时间系几点呢？其实大概5点钟咧就开始日落，6点钟咧就黑齐晒噶啦。所以咧去青岛旅行就要把握住时间啦。经过咗网红大树之后，就嚟到琴鱼路啦。走访咗几个景点之后咧，越嚟越发觉青岛其实系一个名副其实网红城市啊。就是知道边度靓，同你讲你去影相啦，咁然后顺便 sell 到自己青岛啊嘛。咁琴鱼路呢就係、是、一个咁嘅地方嚟嘅。鍾意影相嘅人不妨嚟一嚟睇一睇。其实我呢个玩法算唔算特种兵旅行呢？咁转个头我又飞车嚟到八大关啦。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係八大关嘅马路两边嘅树木係会按四季有唔同嘅表现嘅。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秋冬嘛，就会见到很多黄叶树荫，拍照是超漂亮的。同时整个八大关景区是布满了欧陆式建筑物的，这些建筑物就是在德国统治时期兴的，就不是说啊等我扮下欧陆先，不是这样的。本来想参观下公主楼的，但是很不幸你见到这个画面，我就正正已经关门了，因为5点钟他们要收工啦。
既然日落啦，咁我就去翻适合夜晚去嘅景点啦。呢、这、一个景点就系叫海上云天。虽然喺奥帆中心可以见到好靓嘅夜景啊，咁但系我就好想由上而下睇下夜景系点样嘅。咁其实咧，去到呢一个售票处啦，其实真系冇乜人噶、哦，睇嚟人气争啲啊！相信最大嘅原因系出于票价嘅，因为上去顶层嘅观景台啊，系需要150蚊噶。我自己觉得我系游客就冇乜所谓啦，最紧要上到去睇到靓景啊嘛。当然结果不负众望，系见到另一个角度嘅靓靓夜景啦。睇完夜景，梗系要打卡啦。呢度有个好特别嘅位置嘅，见唔见到地下发晒光呢？其实呢一、这个地板是透明，是玻璃嚟嘅、哦，站在上面影相就会有一个空中漂浮效果啊！我以为自己会够胆站上去啦，但其实是不敢的。咁就算啦，我睇第二样嘢啦，就是莫奈艺术展啦。因为我买的套票咧系包埋呢个展览嘅。老实说，其实是我个人唔中意睇啫。咁如果你话啊，我只是 focus on 青岛嘅啫，咁大家其实可以悭翻啲时间啦。呢、这个艺术展可以睇到莫奈嘅一生同埋艺术品之外咧，最重要就系呢一个光影展啦。我又觉得好 team lab 啊，影相啊、打卡啊，其实都系一流噶。当中演出嘅影像设计全部来自于莫奈嘅艺术作品啦，然后再加啲动画元素落去，其实咧就系好靓好靓嘅。咁呢间房就好好嘅，地下咧就有两张坐垫啦，咁我都唔好嘥啦，一路欣赏一路休息，因为今日真系好攰啊，系时候要计划下听日嘅行程啦。四日三夜旅行继续前进啦，下一集我哋会讲下青岛啤酒博物馆。最重要梗系要饮下原浆啤酒啦，新鲜超好味。然后以最快速度上山顶睇下城市日景。之前提过青岛系网红城市，梗系要影相打卡噶啦。我会同大家睇睇呢一个宫崎骏壁画街嘅，参观历史建筑前德国总督府之后咧，就会去行山。庐山系青岛最出名嘅山。青岛啤同埋庐山可乐嘅水都系由呢一度嚟嘅。我头先讲就系概括嚟紧嗰几集精彩内容，当然唔止咁少啦，篇幅有限啊嘛。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一集再见啦喂。